今日是五月七号农历三月廿九，而祭祀、资产、时日最旺的生肖系龙，或贵人太贵，事业运上升，渐入佳境啊！人气男团 Mirror 成员 Frankie 就是属龙啦。他自去年底公开有新恋情之后，事业运变成上升之势。不单止在今年初推出了第一首派台作《不皮师傅》，早前又同 Mirror 成班兄弟分别到美加、新加坡等地举行巡回演唱会，又接受多个著名媒体访问。Frankie， 你今年金旺，又话你遇贵人带动事业，相信是讲紧你的另一半啊。今日的幸运星是天蝎座，俾自己做一啲感兴趣的事，可迎来充实的一日。天蝎女王翠如上个月终于开完剧，趁空档期间就同老公萧正楠外游放松兼庆祝结婚六周年。期间翠如分享美景前的打卡照，着上一身白衣仙气十足，她更晒出白话美腿吸 like， 并留言表示拍旅游节目最奢侈就是放空，去旅游最珍贵就是放空。翠如能有时间去做一啲感兴趣的事，都可以说是充实的一日啊。幸运方向左西南向东北，幸运数字九、四十、四十七，幸运颜色浅紫色。